暖暖，七度八度之后，这天气终于突围而出，暖暖起来，就像暖暖这小站。别的地方我都没看过，然后因为是就是潘院长是我们的那个院的院长，然后我们就来就是来支持一下，然后顺便就是见识一下，这就是有现代然后又有就是原住民的同胞的表演之类，然后就是觉得很新鲜，就是没看过的一个东西。到这边的时候就发现，因为其实我会知道这个讯息是我们系上老师跟我们说的，然后这也是我们东华大学所办的活动，然后就是跟艺术啊音乐啊什么啊都很有关联，然后就是看到这活动就觉得很特别，然后有很多认识的然后有听过的这样，然后就很多都很特别，然后像是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是箫跟吉他，然后还有一个在跳舞的人，对啊，我就蛮喜欢那一段的。然后像这样的东西，其实我蛮有兴趣的，就是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想看吧。我是第一次看这样子形式的演出，然后就是把各种像是诗歌、文学、音乐、舞蹈统统结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，因为我觉得是透过各个领域它互相的一个交织，会激发出一个更新、更有力量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演出吧，或者是。也算是一种展览，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一个很难得、很特别的艺术经验，就是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更多这样子的活动。今天这场的一个所谓表演，它是从一个创作营开始酝酿起来的一个结合，结合了音乐，结合了艺术，也结合了在地跟大陆跟国外的一些表演者。我想这样的一个
整个一个酝酿，整个一个结合，对我们的花莲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。 The song calls Hallelujah on flatbed trucks across enemy lines to the markets on the other side. 运到另一边，村庄变成了战区，田野布满了地雷，炮弹爆炸，农民变成了难民。